恭喜了，拿到比肩乔丹、科比的体验。太阳球星德文布克漂移绝杀尼克斯，让他能够和乔丹、科比一起在这儿载入史册。这个地方就是麦迪逊广场花园。球星如果没能在这儿留下点笔墨，便总会显得腥味没那么足，因为这里便是篮球界的麦家圣地。麦迪逊广场花园始建于1879年，最初是用来马戏表演的场地。第二代球馆翻建时，距离奈史密斯博士发明篮球运动还有两年。而现在所建的尼克斯主场，则是历经三代变迁之后，于1968年建成的第四代场馆，在黑夜中伴着耀眼的光芒，宛若晴天的金柱。而且它的造价为夸张的12亿美元，对比湖人1999年的斯台普斯中心，仅用了3.75亿。而且在明年快船迁入世界十大富豪鲍尔默投资的新建球馆之前，麦迪逊广场花园仍是最昂贵的篮球主场。当然，它之所以让人如此着迷，更多的还是它浓墨重彩的传奇篮球故事。最先添彩的便是尼克斯的断腿里德。1970年尼克斯总决赛面对湖人，湖人拥有着曾经单场100分的张伯伦和 NBA logo man 杰利韦斯特组成的豪华战舰，尼克斯还在天王山之战损失了内线支柱威利斯里德，他右腿肌肉严重撕裂，连走路都困难。当球迷都以为里德不可能出现在抢劫的赛场了，结果他打了一阵封闭，强行带伤出战。里德开场面对张伯伦就是两记中投，得到了尼克斯的前四分，这让全场球迷彻底陷入了疯狂。而气势上瞬间被压制的张伯伦没能延续上一场45分的表现，只拿到了21分，还罚丢了10个球，从而成就了里德断腿带队夺冠的传奇。赛后，被誉为美国史上第一体育记者的霍华德·卡塞尔眼含热泪地对王者复出的里德说：“你体现了人类精神中最美好的一切。”时间走到1994年6月1日，尼克斯和步行者迎来了季后赛第5场。著名导演，同时也是尼克斯头号狂热球迷的斯派克里，在场边对着步行者当家球星雷吉米勒一直喷垃圾话，结果第四节雷吉米勒径直走向他，做出了最经典的锁喉绞杀，随后便开启了疯狂表演，单节3分球5中5，直接带走比赛，在本该是最童真的儿童节，向世人展现了体育竞技最残酷的一面。2009年，又是斯派克里，他对着造访麦迪逊花园广场的科比不断喷垃圾话。并且尼克斯还派出了当时只是2年级新秀的威尔逊·钱德勒防科比，这种不尊重彻底激怒了科比。科比用18般武艺招呼着篮筐，随着得分不断上涨，比赛后半段球迷彻底倒戈，齐声对着科比高呼 MVP。 最终科比砍下61分，刷新了麦迪逊广场花园之前由尼克斯名宿伯纳德·金创造的60分。赛后科比还把那张得分表签名送给了斯派克里，上面写着：“这一切都是你的错”，可谓是瞎人诛心呢。好在2014年，纽约之王安东尼犹如天神下凡，对着夏洛特山猫狂轰62分，才将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得分记录留在了主队尼克斯的球员手中，并保持至今。当然，这座球馆还承载着很多讲不完的故事，譬如篮球之神乔丹复出之后，身披45号战袍轰下55分，小皇帝詹姆斯两次砍下50加，詹姆斯哈登复刻科比的61分神迹等等，直到蒙神库里在这里加冕历史3分王，与雷阿伦完成了标志传承的拥抱。昨日，德文布克在尼克斯球星巴雷特和兰德尔的双人夹击之下，漂移后仰完成准绝杀，留下了这张世界名画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后人也会将这一幕定格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故事史册之中吧。